入银山路，已到达。这里是银山塔林风景区，我花6块钱买了一个可乐。这个地方第一感觉呢非常的干净，第二感觉呢非常的清静。因为今天这个小店的老板告诉我说，今天我是第二个顾客到这里的，这是我的票。是你检票，我先把票给你。我不检票，我这里在安检。你是安检啊？你不检票，你只要有票都行，有票都让你进啊。有票就让我进啊。好嘞，你先给我安检一通啊。好嘞安检。我在这里我看到了第一个塔。今天的阳光呢虽然不是很强烈啊，但是呢非常的热，幸亏我刚才买了一罐饮料。我今天来的时候很好，没有游客，我可以随便的去拍，随便的去找自己的角度。这里是银山塔林的主塔区，7座塔当中有5座是金朝的，还有2座呢是元朝的。那周围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塔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去。我在这里转了一圈，然后我看起来呢，我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开始画，比较好。因为塔林的这一端呢就是这个塔楼啊，还有一些可扩展的空间，给想象空间。然后这一端呢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几个塔，然后还加上后面的这个山，所以这个构成这个画面呢应该是很漂亮的一个画面。当然了，这个画面也有点难度，就是因为它有一点逆光。早已过了公园的闭园时间，工作人员在等我，我的画呢也画完了。